你看颜色也很衬皮肤，有没有喜欢的？可以取下来试试看。嗯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你看这件啊，它身微到这么低，我自认为还是没什么资本穿着吧。 那这件呢？这个也不合适啊！你看他前胸露这么多，不够端庄，爷爷他老人家肯定不喜欢。想不到你还挺为爷爷着想的嘛。那当然了，百善孝为先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还是有的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你好，我们晚上要参加一个晚宴，麻烦你帮他挑选一套适合家宴的衣服。哦，还有。 尽可能的适合她的身材。好的，先生，我们最近有些活动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赶时间，活动先不参加了，先帮她挑衣服吧。好的，先生，您到 VIP 室休息一下，我带小姐去试妆。这边请。谢谢。小姐，我们到照面室。好。这边请。 先生，您看这身合不合适？颜色太重了一些，有没有别的年轻元素多一点的衣服？您看这件怎么样？那这套呢？嗯，这套呢？